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93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补完一个几个月以前推出的传世系列的宇宙海贼系列里头的露珠 Lola Pig， 这名字听上去非常奇怪哈。那么它是先前这一款乐色星人里头的一个童模，稍微改了一些配色。在 G2 的世界里头呢，他是狂派 Nightbird 的徒弟，所以在机器人的头雕呢，他们两个长得非常的像。待会人形的时候再来跟各位分享这个部分。那我们来先简单对比一下，他跟先前乐色星人之间配色上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最明显的是他多了这个 Transformers 那个字样，甚至呢，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款玩具最大的卖点啊，直接把这个写在上面。另外一侧就是一个 G2 标志。而同样的这个状况呢，它这个玩具的左右两侧呢有一点点不同啊，这一侧的话呢有一些螺丝钉啊，另外一侧的话呢会比较好看一点点。那么它的一个排气管这一次使用了一个透明的部件啊，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呢是致敬它老玩具里头的这个武器呢，好像是会发光，还是本来就是透明件。这部重机呢，由于它使用了一些配件，像刚刚说的排气管，还有这两门的武器，所以让它的造型呢非常的饱满。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摩托车下的一个细节，这里的话呢有一个他们海贼团的一个标志。那轮胎的话呢，前后是不一样的一个造型，后轮的滚动性比较好，前轮的话呢，我这个的话呢，你稍微的要去放在一个比较能够推动的位置，因为你放下去之后用力一压，它会去卡到，甚至有时候呢你可能会没有碰到一个桌面，这个随意调整一下就行了啊。这个推车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另外可以动的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转的这个把手的部分。整体摩托车的完成度呢真的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如果你有一些特效件的话呢，还可以把它安插在后面，让它有一个喷射的一个效果。那么冲着它的这个车子侧身上的这个 Transformers 的字样的话呢，把它用载具的形态来做一个摆设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哦。好的，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露珠的变形啊。首先呢，把它的手上的这个武器呢给拆下来啊，讲手上啊，因为这里有个拳头，这里有一个卡扣啊，记得把它给扣上去。然后呢，车子的侧边这两个部件呢，把它给转下来啊，因为这个扣上去的话呢比较紧啊。这里这个设计很好，两个黑色的凸架扣下去啊，把这个前后呢做一个很好的固定。我们先将它给拿开，然后呢，车子的上半部这里挑起来，后半部这里也挑起来，然后的话呢，把它的腿部呢从里头有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推直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一侧的话呢，往上面推一点。脚这一侧就 OK 了啊，脚应该是转这一侧啊，因为有个洞了在后面。那这里正面也是一样，这里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打正，转到正前方。这里的话呢要稍微的呢把它给这样子推下来，然后这两个把手把它往内推进去，后面这个部件的话呢往上面放上来到这里。它的腿部的话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那么上半身就是给它旋转一个侧边45度，然后的话呢把后面的这个地方给打出来，这里扣上去，这个地方有一个黑色的凸跟黑色的凹，这里扣下去啊，然后呢手臂自然的将它给放下来，二头肌旋转一下，头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推一下啊，这个长得很像这个夜莺的这个头的话呢就翻出来了啊。那么剩下的这些配件的话呢就看你个人的喜好来做一个搭载啊，这个完全没有一定的一个标准了啊，这个全是看你个人的喜好。那如果是按照这个你可以把它扣在手上啊，当一个武器没有问题。然后后面的这个把它给扣在后方，这个两个部件扣在后方。好，你可以这样子做一个摆放，这个的话呢就可以扣在手的一个侧边啊，都可以，随便你的一个偏好。那基于呢它是一个忍者的一个头雕，我的感觉吧，这个武器的话呢你可以让它类似一个这样握持上去，可能有一个武器的感觉。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只能够把它给推到后方，那推到后方的话呢，你看你是要扣在上面让它凸出来啊，或者是说呢把它给往下面扣一格，这个就没有一定的一个规范。好，那我们把这个武器的话呢也干脆拿下来好了，我们先把这个干脆把这个背包的话呢通通统一扣到后方去，我觉得应该可以扣这样子吧，应该是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把这个金色的凸啊给扣下去。好，这样子的话有一个飞行背包的感觉。那这个兵器的话呢，就是把它扣在这里，让它手持一个双刀流的感觉。那它还有一个部件，就是它的这个，这里的话呢，可以从这边把它给掰开来，两侧，这里推一下，它可以推开，然后这里拿出来，这个有点像是，也是船式吧，也是有推出一个警车，对不对？警车好像也有类似一样的一个兵器，那它的话就是从这个地方推一下，它这个没有一个可以触动它的，你只能用手去扣，它会有联动，这样一来就一个，对不对？十字旋啊，不对，也不是十字，烈风手里剑的感觉，你可以把它扣在手臂上，而且它真的可以旋转，啊，这个就真的有血滴子忍者的感觉，更加的强烈。那我们来看一下面雕，啊，就是我这个真的就是那个 G 一的这个夜鹰的脸，非常非常的接近了啊。然后它的后半部呢是一个透明剑，还蛮妙的，但是眼睛的话呢自己又涂上红色的漆，所以就变成没有透光，这个谜一样的操作，谜一般的操作。这个地方的话呢感觉好像是腹肌，对不对？六块肌的感觉。那腿的话呢其实非常的好看，我觉得这种大脚板看上去就非常的优秀。那后面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武器如果你不喜欢，我是建议可以把它拿下来，干脆把它扣在侧边好了，填补一下这一侧这个部件拿走之后的一个缺憾，就一手拿盾啊，然后一手拿一个兵器的感觉，后面又有飞行背包啊，那飞檐走壁刺杀人灭口，这还不是手到擒来吗？那么可动的幅度的话呢也是蛮标准的 Deluxe Class 了啊。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冠，那变形的需要可以往后推进去啊，可以稍微往上来多一个角度，但是脖子就缩短了。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平举的话呢也非常非常的丝滑，额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可以弯超过于90度啊，所以可以表演切腹啊。那拳头的话呢本身也是可以转动的，但是呢这个开口的话呢我转的时候有时候会滑出来啊，各位在把玩的时候呢啊自己去留意一下啊。腰部也是可以转动啊，脚前后侧踢左右踢都没有问题，脚踝的接地的话呢也非常的好啊，这一侧的幅度比较大，因为它两侧没有干涉，这边的话呢受限于这里的造型，能动的位置就比较小了。可动的话呢算是比较优秀了啊，毕竟它本身是一个可以拆解啊分开组合的一个玩具啊。那我们来对比一下啊，它的一个基础模具到底谁基础已经不知道了啊，反正呢这个乐色星恩的模具呢是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玩具，如果你只能二选一的话，我还是会推荐你入乐色星人啊这一款了啊。以我个人的审美来说，它的分色各方面我觉得比较有那种废土风格，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那本身模具还不错啊，那人物是比较冷门一点，入不入的话就看你个人的偏好了啊。那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在车型状态下，脚啊侧边的这个 Transformers 或者是人形状态下的啊，你也可以把它人形状态下呢做一个摆放，然后特别把这个脚放在显眼的位置啊，证明你是变形金刚迷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